家好，我是 Peggy。今天呢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也的用法，也就是说，你也是，我也是啊，你也喜欢，我也喜欢的也。跟别人聊天的时候，为了要把钢筋，常常会用到这些字哈。像是比如说，你跟人家聊天的时候，你听到人家说，哎，你喜欢看电影吗？哎呀，我也是哎，我常常去电影院，真是太好了。I love watching movies too. I love watching movies too.在句子后面加上一个 to 表示也是，这个用法大家应该都不陌生，是最常用到的用法。但是除了 to 以外，我们总不能每次讲话都说哦、oh, I love doing something too， 每次都用 to 感觉很无聊。所以除了 to 以外呢，我们可以用上 as well 跟 also， 像是 I also like watching movies， I also like watching movies，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 as well， 像是I love watching movies as well. I love watching movies as well. 要注意的是这几个字要用的位置哈。As well 跟 to 呢，通常放在句子的尾巴。Also 则是要放在 be 动词和助动词的后面，一般动词的前面。但这些用法呢，通常是在说哦，认同的也是，就是说你肯定别人的也是，别人说他喜欢做什么某件事情，你也是。假如是在说别人不喜欢做某件事情，你也不喜欢，这是否定的也是，这种时候就要用不一样的字，这个字叫做 neither， 或者是也有可能会念成 neither， 这个字的拼法是 N-E-I-T-H-E-R， neither 或 neither。 像是呢，我跟我妹都不吃牛肉，诶，在台湾应该蛮多人都不吃牛肉的吧，这时候你就可以说 I don't eat beefNeither does my sister， 或者是别人讲说他不喜欢这首歌，也可以简单的用上 me neither， 或者是你跟人家讲说啊，别人说他不喜欢不吃牛肉，你也可以说 me neither， 我也不吃啊，台湾人很多人不吃的。要注意的是 neither 的这个用法， neither 放在前面的时候呢，它是一个否定的字，所以要倒装，就是 neither 加上助动词加上主词，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说 me neither， 就是主词的受格来加上 neither。最后让我们来练习一下吧。我的哥哥喜欢打棒球，我也喜欢。 My brother likes to play baseball and I like it blank。 这个 blank 这个空格要填入哪个字呢？别走开，答案马上揭晓咯。 The answer is My brother likes to play baseball and I like it as well。 你答对了吗？